焦点视频粤语推背图的节目时间，咁啊喺我身边咧，继续有火龙真人。大家好，啊火龙真人，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呢个嘅推背图嘅46象，咁啊你啊讲咗啫，堪称呢个卦象咧，对我哋呢个现世嘅中国咧系非常非常紧要嘅一个卦象。咁所以咧，有兴趣嘅观众咧，咁咧就不妨咧就可以去翻上一集咧。就了解翻啊，咁啊，即系听翻究竟系火龙真人嘅一个嘅评述啦，啊咁样。咁好啦，今集咧我会讲47象喎，47象好似系讲紧习近平噶喎，系咪真人？冇错啦。咁如果讲习近平，其实头先同你倾开啊，好似个图画已经系有一啲嘅 tips 讲咗出嚟噶咯噃。系啊，呢个图。多得祖师爷的指引呢，我们就清清楚楚了解到这个书架、图中的书架是究竟讲什么东西。这个图这个书架里面呢有两种书，看不看到啊？一些呢就是接叠摆在一起搭搭一搭一搭这样。这些呢就叫做接装书。唐朝只有两种书的，两种钉装的书，就是接装书，还有隔离那些一捆一捆那些呢，就好像字画那种呢，就叫做滚轴式的书，滚轴装和接装书是两款的。这个书架就是挤了两款书。我问你了，接装书挤在哪里呢？放在个书架哪里啊？近住边边啊，近住近屏嗰边咯。系啊，有块平板啊，我哋睇到啊，我哋只系睇到一块平板。系接装书放近平板嗰边喎。近屏近屏喎。近屏喎，系喎。哇，系。接装书个接字点写噶？接一个剔手边一个集咯。系咯，嗱，如果揞住个剔手边，咁系习近平啦。哇！真犀利啊！真係好得意喎！祖師爺諗到咁樣嚟到表達習近平三個字，真係冇得頂。咁嗰個圖就講咗習近平啦。咁嗰啲參民眾民有冇講習近平咧？有㗎。啲人睇唔明啊！一日都諗住周易點樣點樣簽化。你听一下，听一下我解释，好简单噶，讲得好清楚嘅。个习字喺边度咧？仲嘅第三句，好把旧书多读到。咩叫好把旧书多读到咧？即系成日温习咯，即系好勤力咁温习咯。你有冇读过《论语》啊？《论语》有一句咪叫做学而时咩之啊？习。冇錯啦，唔係温喎，唔係學而時温之，學而時習之啊嘛。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咪就係學而時習之個習咯，即係習近平個習。哦 ，OK。嗱，咁呢個參文嘅第四句一言為平啊，有啲版本咧就係用另一個字嘅，係一言為君，其實係唔啱嘅。我哋睇下前文後理，子微聲明，一言為平，明同平係押韻嘅。嗱，呢一個版本先至係原版嚟嘅。一言為平，個平字咧係言字，做個平安嗰個平，揞住個言字，咪就係習近平個平咯。係嗱，其實祖師爺咧係。除了是这样，他还有一个，有时他是用一个方法，就是突显那个字的。那么多个字究竟哪一个字是呢？有些字是好像无关痛痒的。你其实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的文学来说，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一言为平呢？真的不识的，真的。没听过，但是你一定听过一言为定，对不对啊？我都識噶啦，小朋友都識噶，小學生識。一言為定，一言為定就有，邊有一言為平啊？嗱，
在这样的情况他就突显了这个字了。嗯。定不是即是平，平不是即是顶，平定平定。啊这样都不明白，他就突显了这个字，故意写歪了一些。是。啊这样突显了，等你留意这个字。啊等你留意他不是用定，他是用个平。是。他又不想写得太白，就加个言字边。嗯。啊那咪有集有平咯。嗯。喂，那个近在边度咧？嗱，田间第一人就是个近字啦。嗯。近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那个撑艇咧就是一个桌字，啊，仲有一个根字。嗯。啊、根咧，如果加上一个土字偏旁咧，就系读近。嗯。呢、啊、两个字咧。是互相是相通的、嗯、这两字的解释是相通的，解什么呢、嗯、解这个、田野、嗯、田野这样的，那个、撑艇的桌字呢就解行得很快，执行或者是超越，这样超越执行就即是是跑第一咯，田间跑得第一、嗯、跑第一那个咪就係田間第一人咯，個近字其實就係由呢兩個字造成嘅，個解釋咪就係田間第一人咯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習近平三個字啊，就出咗啦，係、哎、出曬嚟啦。嗯，咁佢入邊講習近平啲咩嘢咧？有冇評論習近平嗰個功績啊？咁樣咧？嗯，其實。略略我哋可以睇得到嘅，你睇仲句仲嘅啊第四句英明，嗯，咁你话习近平掂唔掂啊？英明喎、啊，嗯，仲有撰文咧有紫微星明嘛、啊，嗯，紫微星咧就系帝星，呢、這个帝星明喎、啊，明即系发光发亮啦、啊，帝星帝皇帝咧。啊、君主咧就最怕就係昏君，最好就明君。係，咁你明啦。哦，嗱，其實咧喺咁多嘅文字之中咧，我就得出祖師爺係收藏咗兩句説話嘅。啊，就係、是、英明神武紫微星。嗯，一大一路習近平，咁大家咧睇下誒，我嗰啲誒解説呢兩句説話，嗯，究竟係點樣得出嚟嘅咧？係，哦，咦，好似嗰個一啲嘅，其實嗰個誒仲啊、撰文，其實啊，類似都有呢啲字眼嘅，老真人。係啊，係啊，大家要用下腦去分析。記唔記得啊？阿首富都識得作一啲所謂嘅藏頭詩咧，李嘉誠係咪啊？佢、啊、有時寫得唔係咁白㗎，你要用腦諗下點樣將啲字點樣誒砌埋一齊咁樣嚇，佢撈亂咗，即係積木咁樣撈亂咗，睇下你識唔識得將佢砌翻正嘅。係，我砌翻正就係呢兩句。咁你話佢掂唔掂啊？係 ，OK， 正喎、啊。咁啊～咦，咁咁講喎，咁其實咁我想請教下啦，真人一帶一路喺呢個卦象睇唔睇到咧？有啊，咦、欸？有啊，係，係來自田間第一人，一人一人咪即係個大字咯。嗯，大同大粵音係差唔多音啫嘛。嗯，啊，咁啊。仲咧有個義言一出見英明個義咧，嗱其實古代咧仁同義咧，我哋稱為係立仁之道嘅，立仁之道若仁與義，有冇聽過啊？啊，嗱咁即係話仁同義都係一啲道嚟嘅，道咪即係路咯，咁又有大、哦、又有路，係啊。一你睇到好多一字噶啦嚇，一大一路喺曬度咯。嗯。哦 ，OK， 了解。咁啊好啦，嗱咁啊，真人
下一個卦象咧，我哋講咧就好得意嘅。你就同我講就話呢、這個卦象就正正係我第一集所講，個個都解錯，係嘛？咁啊好啦，嗱咁啊，我依家梗係先賣個關子先啦。究竟邊一個卦象？咁啊，所以啊。咁啊，觀眾啦、聽眾啦，不妨咧就可以我哋留意下一集我哋嘅節目啦，好嘛？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